世界各地也在一片欢腾喜庆当中准备迎接猪年的到来。那除了亚洲地区，就连远在非洲和南美洲的国家也举办各类春节活动，热热闹闹，辞旧迎新。火花四溅，中国山西省会太原上演了传统民俗艺术《烽火流星》，表演者挥舞着的绳子两端带有燃烧的木炭，在夜空下挥洒金光，犹如群星飞舞， 为当地人和游客带来壮观的视觉盛宴。能够看到这样的绝技，感到非常的惊叹，也觉得咱们中华民族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是非常的丰富。在越南胡志明市的暖会街，百花争艳，超过13万个花盆展出了150多个品种的花朵，让那里仿佛成了一片花海。而在非洲埃及，著名的金字塔披上华人新年的红装，温暖游子心。 虽然说，我们现在身在异国他乡，但感受到十足那个年味。在中东的迪拜，农历新年当然少不了传统表演，现场还有表演者展现武术和变脸，让人拍案叫绝。而在南美洲阿根廷，优美的华族舞蹈为当地增添喜庆气氛，当地华人也以热闹的舞狮活动迎接新一年的到来。